很推荐瑞康或者波子，是因为它可以整个原汁原味，然后用极短的时间就可以完成。哦，那像我们一般做古早味的炖猪脚，哦，可能都需要3到4个小时。那自从用了瑞康压力锅，我们可以在20分钟以内就完成。哦，整个软烂而且 Q 弹，而且它不需要加过多的水、过多的调味料去做烹煮。哦，那让食材的原汁原味更能够得到保存。